又要再拍一则新闻，是不是？最后一篇，想要问一下，就是整双双之前的心情怎么样？好兴奋，太棒了！我好期待哦。好，那来问一下，对于整双双之前的想法怎么样？非常的紧张又期待。大家回答都一样哎。那两位呢？大家很开心，那个双双被整的感觉。我要看到双双惊慌失措。好，我怕我会笑场，应该不会吧？所以我们原因我们就戴口罩就好了。对，这他顶多只会看到，大家就是口罩底下也在抽动而已。那我们班长，班长的心情怎么样？不知道。对郑宇的演技有没有信心？你先演就够了，你现在演的超像。好，没关系，你还是继续打麻将好了，你继续打麻将好不好？继续打麻将。就是我们的主谋者。我觉得他不要骂我白痴。举手，举好，不准放下来哦，舍不得小老师的。好，然后你，等一下还没，别放。举手的，你有实习学分的，请把手放下，太虚伪了。来，有学分的把手放下。有实习学分的，先不要骗我，我手上都有你们资料，我知道有没有实习学分。好 ，OK， 好，放下。大家都拿到证书了，耶！好，来，那就第二排低一点哦，这样 OK。好 ，OK。好，来，帮我把麦交给第二组小老师。好无趣啊！走错地方，直接讲标准，来说一下。我学到了什么？好，来，等一下哦，这边现在是感言时间，没有颁奖，所以大家安静下来听他讲话。好，开始。学到了怎么写稿？你在哭吗？在这里啊，他说他要放在 YouTube 上面，所以想要在 YouTube 亮相的，请看这一台镜头。然后还给我对一个他屁股的位置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放他的屁股。好，这是另一个角度，他们有你还演，好，还有一个角度，这是我学会了写稿，然后还有什么过音，然后我很感谢双双。就是因为我常就会没事就密他，然后问一些问题，虽然我有时候觉得我很蠢，但他还是会回答我，所以我很开心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正在忙，继续说。你刚刚私下跟我，你讲完是好，那你可以回座了。你刚刚嘟嘴，我等一下好，你要有对想要对我讲的话，我们私下再讲。跟你讲话，好恐怖哦。各位，作战开始。要先把多的倒掉。你的口红是不是要擦掉才会显得更？它没有。小心啊！准备完毕，我们就作战开始。
刚刚史瑞克已经正式的就是含进血浆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就作战开始，加油。他要上去。他想拍，我们在家里拍啊，我们在外面自己拍就好了。因为我带自拍棒。我也有哎、欸，好巧，对啊，好巧。那我也就不用拿出来，哦，那个好了，那感觉比较稳。我的是这种的，长得很像，好像王美会有的。你很严重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叫 Uber？ 感冒是不是？我说什么？你说他在演戏。啊，他这样真的很可怜啊！啊，你的头发，小心小心！啊，那个是什么？番茄酱吗？是甜茶的吧？还是蔓越莓？那个是食用色素五号加川贝枇杷膏。很逼真嘞！那就是跟我一样。哦，待会儿再弄。我卫生纸在我的书包后面。我卫生纸。我在 Seven 的卫生纸有用。本来可以，但是我们不懂，对啊。我们出来给他，对不起，那是我画的啊？什么东西？你说那什么东西？是你画在他眼睛上的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他是先擦的，先擦再洗吧。好荒谬！爸，我刚才回不懂，我要讲哪？自行解决，自行处理。我那丢掉，这么肯定。哦，好，这个太可怕了。还要叫路上。他的嘴巴，他的嘴巴还有，真的很恐怖。然后进去之后，然后你就装得很难过的样，然后你就说，我真的好想是你们那组学生啊。是我不要讲一句话，因为原本我们一开始要整，但是不知道怎么突然变成你跟我们一起在整。因为我想要看我同事怎么伸展开。你们就各想一句感谢的话，然后等一下我就说，哎、欸，那个他们两个，他们几个说，除了小老师以外，你们也想要跟你们说感谢的话，然后你就说，然后你就先说，你就说我们要，你就说谢谢老师，然后你也说谢谢老师，然后你，我是说，我现在只是举例哦，但不能全部讲谢谢老师。然后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咳嗽，然后他可能就说，哎、欸，同学你还好吗？怎么了？就啪，这么久啊。可以吧，他不要讲话就好了。是我们要忍的问题。战争前的宁静，他比较紧张。
的、嗯、对，然后我会觉得说哇，这是超感谢的、嗯、对，然后还有就是双双姐不在的时候，你也就是有 Round 就是可能第一则一集、欸欸、有没有我们再碰完还有这个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啦，哎哎太好了，等一下这不妙吧，为什么哎、欸、你要去医院吗因为想要大家有反应，有他有反应，但是他毕竟是个爸爸，所以你们现在是在讲一下那个血的成分，红色五号，然后然后再加那个枇杷膏，川贝的，浓浓的枇杷膏味。啊，好啦，你们把阿超老师放太久了，好，真的感谢他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真的谢谢，真的谢谢，先这样，再会了，拜拜。月魔，订阅我，订阅我。